什么？悦来客栈遭到了不明抗日武装分子的袭击。 怎么样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那赶紧走吧。不，里面还有日本鬼子，我要去杀了这群禽兽。我也要去。不，你们现在不能去。为什么不能去？我们现在已经惊动他们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 什么事啊？日本鬼子。 好像要成立一个什么治安维持会。治安维持会？什么是治安维持会？就是由日本人和那些狗屁汉奸成立一个什么狗屁政府。政府又是什么？应该就像咱们寨子里的头人吧。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就是由日本鬼子和汉奸管着那儿的乡亲们呗。 拐过那个弯，就到开会的地方了。什么？让我给你找个能歌善舞的？没错，最好啊，找一个能跳孔雀舞的美人。你让我到哪儿去给你找啊？想想办法嘛。这个办法我想不了。你别关门嘛。我真的找不到。 队长，山下送来紧急情报，快给我看！太好了，冯清源，到，通知杨副队长和各班长到我这开会。是。
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你快说。可是我不知道行不行。清风，你大胆地说。别跑，看我打死你。别打我。别跑，看我打死你。好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看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！师傅，你干嘛？师傅，你干嘛？打死你！师傅，你干嘛？我打死你！我打！放开我！打死你！师傅，你干嘛？放开我！看我打死他！师傅，你干嘛？我打死他！我打死！哎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！请问他进去了？秦明真是个机灵。太君，你说他气人不气人呢？气人？怎么气人？我家只有一头牛，我让他去放，结果他把牛给弄丢了。牛是我们家的命根子，没了牛，我们可怎么活呀？我非打死他不可！喂喂喂喂喂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坏了！是姓侯的那两个狗汉奸。兰姆姐，怎么办？先沉住气看看。看，万一叔叔和清风被抓了怎么办？对呀，如果他们被抓的话，咱们就动手抢人。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这不是力速投人阿毛嘎吗？侯队长真是好记性啊。在这一带，你对大日本皇军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，我怎么能不记得你呢？我阿茂嘎只是个普通的隶属寨民，看不出对谁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。隶属人生性秉直，不会口蜜腹剑的假客套。个老东西，你怎么给脸不过个？你个不要脸！脸？我连祖宗都不要了。这张脸要不要还有什么用啊？哼，你敢骂啊？敢骂我？哎呦喂，你还能听懂人话，还能听出我骂你来？老子闭着闭着。小三，一边待着去。哎，姐，个姐夫，待着去。我可是喂个喂你，滚。对不起啊，实在是对不起啊，我这小舅子。